就是迄个，我毋知通人，即个林子健哦。过去，伊嘛做过人的小三，莫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今日即摆抓到啊，这物件着乌龟原主。 你知影我是迄个恶名昭彰在林子健着卖来了无？你是台湾，哪台的？毋是你的电话。妈，你两个竟然打电话过来，我哪不知？妈，毋是安尼，你莫听林子健，我不能讲啊。那毋是安尼，谁让你跟他聊？ 唔是我甲咱着，是陈道俊，你敢毋惊我崩溃？唔是我毋办啊，是拄则我让林子健迄个小查某电一下吼，到即摆佫伫急救紧啦。余总裁啊，我甲王副总啊，唔是亲像林子健讲的安尼啦，还佫有罗莎某某的代志吼。 都是设计的啦！真正是下死下去，对你这全身。妈！这！代志大条啊！这届你是不是无啊？哎呀，这下我是要安怎？你！啊！啊！啊！ 胡爹，你无时间同我行遐啦，赶紧转去哦，甲恁大家好好解释啦。陈东举，真正是世界的嘛，大家在对大队啊，我真正是头壳歹去哦，才找你斗相共啊。喂，胡爹啊，胡爹啊，这下真正是半只竹杠啊，上头空啊。 我，话拢莫讲啊！你做袂起，我会做你的准头煞。你连扫花的某，你嘛无资格做啊！这离婚合约书你都签签的，以后阮公家，甲你惨无到水无。 妈，我离婚，我袂当离开少怀。妈，我这样子专心专意在照顾少怀，你哪会当凊彩摕一张离婚协议书给我，就爱我走？我十年的青春，就安尼放水流啊！妈，你安尼对我伤真忍啊！你这十年嘛真好，真好啊，是咱牺牲的少奶奶呢。阮蒋家敢有亏待你？ 我是少怀无，就算讲要离婚，嘛是少怀来甲我讲。你第一讲什么少怀？假使你甲少怀若有生囡仔，我也有可能对你留几分啊情面。也毋过你家己想看下，你做这个哦，敢会心虚？少怀伊着戆戆，伊啥物拢毋捌，伊连我换衫拢毋敢看。 伊家己就是一个囡仔，我是要安怎甲伊生囝？我嫁伊这个王，我伊就委屈了，好不好？无阿妈，我的意思是，好啊，拢莫讲，你叫我少怀遮尔委屈，这我拢了解，我就顺你的意啊。我你自由，我不爱离婚，我是少怀无，你凭啥物要我离婚？你甲少怀结婚进前，就签过婚前协议。 无生囝也是有过失，你拢甲我净身疏忽，你嘛免享受摕一角银的财产，你就要甲我死出去。我有啥物过失？我讲害少怀去教，伊头壳会歹去，也毋是我害啊，是你家己无甲少怀照顾好，伊才会变做空的。蒋家的老爷无甲你离掉。 你凭啥物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，用这么悬的标准要求我？
你敢替你家己跟我比？你算什么？是你心头上按破落的资料，上到给那个当东准。你跟伊是啥物关系？已经是有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哦。迄件代志我已经解释过啊，根本不是你想的安尼。那是俊男，伊迄个背骨在暗号你，你俩说我拢相信。你发现俊男要倒转来，俊男你不是马上来跟我报告，颠倒去找陈东俊来讨救兵。这下煞坏头壳心酸酸啊！你怎会搁敢在我面头前搞大细事？你给我遐尼重的罪名，你上无嘛爱有证据。啊那么，我连死都不甘愿。你要死哦？你死哦？真简单啦，那糖哦，就伫遐啊。妈，你真正对我这么绝情？你冤枉！你搁叫我家己去死！敢讲咱做十年的一家人，一点仔亲情拢无？你莫一直甲我讨人情啦！啊，卡顺你也袂走，我就公开你甲陈东俊乌白来的代志。甚至第一起业界，放话讲你出卖主人，让你以后咧四界碰壁，全面来封杀你。好。既然你对我这么绝情，你别忘记，你有这么多枕头在我的手里，到时候我就跟这个人。到时候怎么样？你竟然敢威胁我？你真正是越来越好大胆呢？是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，是你让我无路通行，那是你把我逼到绝路。干嘛是假啦？好啊，你做你去讲啊！你若想要坐监，你就去讲啦。我有一万种的方式，把所有罪名拢撒在你的头壳顶。你要试看卖啊？无遐尼简单。我手头的证，拢会当证明你做的亏心事。我会当我向陈忠信那边走越近。你竟然想要我看我的敌人，你搁去啊！你这鬼骨头，我看吼，陈忠信利用你搞我了哦。伊会安怎来处理你？哼，好啊，你就去我陈忠信啊。坐落来，我就请律师团把你告到死。你新摆面也真简单啊，只要先给你开除，搁有陈忠俊一挂好处，我都唔相信袂信任你的感情。妈，卖叫我妈，我已经跟你一点仔关系拢无啊。妈，我知影是我唔对啊，是我无注意到，才会让文佳上楼，让俊林走去。啊！不过我对你是上忠心的，妈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家己的行为。妈，我拜托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，绝对袂忘一次。我已经给你真侪个机会啊，你也是赶紧把迄离婚的合意书签签的，以后你要死要活。随在你啦！爸爸，我爱你，我十年的利息拢在强卡，我即摆所有所有，我阁有几个债务，你对我这么绝情，我得为他跳了。随在你啦，你若要跳哦，就赶紧去跳啦。啊！若想要找我吵，就按时来脱毛啦。我真正会跳，跳啊！啊，要跳，搁在预告要创啥？看你要行出去，还是直接落去？赶紧决定啦！
莫伫遐吵我，我还佫有代志要办。妈，等我跳落，我做鬼嘛袂放你耍。蝴蝶真正伫妈妈的办公室嘞，妈妈有够骂伊啊！蝴蝶，你莫跳，你等我。啊，拄则安尼拖拖刷刷啦，啊，一听到蝴蝶的声音，就袂输注一支强心针嘞。乌龟撞到变是一只兔仔，走敢那飞嘞。看起来这个空的扫把，真正就要紧这只蝴蝶呢吼。妈讲会搞做会搞，真正袂把我的命当作一回事。我这根本是要家己买到无路通行，说煞去啊！他较老的，唔惊无乌色无通治，我是够明白啊，继续甲伊顾。我就唔是，这届我顾袂过。蝴蝶，你袂当跳啊！少怀，少怀，妈妈。我不爱，我哪是放开啊？蝴蝶会下落去呢，我不爱蝴蝶离开我。伊不会跳啦，你一放手，伊就救倒转来啊！你紧甲放开啦，安尼危险啦，伊在骗你的啦。少怀，你听妈的话，放手啊！妈要来离婚，我以后都看袂着你啊！我规条即摆失信了啊！我不爱啦，我不会跟你离婚啦。我还把人做我的太太，我吃你啦！妈，你若是逼我离婚，我就跟蝴蝶做伙跳落去，我就变作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人家小蝴蝶，永远袂分开啊！你都倒来啊！无人要离婚啊！你是倒一只目睭看到我爱你跟蝴蝶离婚的？一声透动啊！好佳哉，有爱神救援。阿拉把蝴蝶这关都拍过了，蝴蝶没骗我，妈，是你骗我，你为什么叫蝴蝶跟我离婚？我只是第一警告伊。爱好好来照顾你，袂当对你无要无紧啊！蝴蝶有照顾我啊，伊对我上好呢，伊阁有教我唱水，伊是上好的太太呢。那是我应该做的啦，是我做了无够好，我嘛无迄个命念在这个厝啊。今日妈骂我，给我彻底反省，就算有一天。妈不爱咱离婚啊！我嘛会家己离开，我袂耽误你的人生。你袂当离开我啦！我不爱你走，你啊，若是离开阮家，啊，你要去倒位，我拢陪你去。我无钱嘛，无地位，若是我离开啊，恐惊就会过一苦日子。我哪会当，予你对我过苦日子？我唔惊，我下当哦，去路边照顾我，趁钱饲你啦。你是我的太太，你去倒位，我就去倒位。你卖阁别告诉我，恁两个是要去野区的流浪记啊？拢好，我甲我踮在厝。妈，你敢真正爱我继续做少怀太太？无你想要做伊个啥？你个臭！